大家好，我是 Heidi。 优惠情报，收到风 FreeCamper 在朗豪坊开了新的分店，又做紧优惠，所以呢我就去行了个圈，看看货架有什么是平时喜欢用的啦，用开的就补货，然后有兴趣想试的呢一次过扫埋回来，就想着同大家一起开箱，超级丰富，全部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想知道我的无限补货名单有什么是很特别令我很想试，同埋有什么优惠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我们现在即刻开始。我的无限补货名单一定有它，深下人丹的胶原蛋白美肌饮，因为呢我已经喝了8支了，我是有得证明的，它里面是会送一个杯杯的。然后呢我已经有这里一个啦、两个啦、三个，还有一个呢我已经用来去种东西，这个是牛油果。所以呢我这边是4支啦，家是4支呢， total 喝了8支，它是第9支。这个呢是我喝了这么久很愿意喝，还有看到功效的一款来的。它的胶原蛋白分子细，再加上双重水解技术呢，是令到人体更加吸收的。随着个岁月呢，是那些胶原蛋白慢慢流失呢，真的要补充一下，令到自己呢是饱满一点啦，不要那么削啊。瘦和削是两样东西的，你喝这些的胶原蛋白呢是会见到有分别的，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细致了啦，毛孔呢是没有那么慢慢地松弛啦，跟着呢是会见到饱满了呢，是你一路喝下去你就会看到呢，所以我是愿意每一天都去喝的。加上呢它是静地喝，不用沟任何的东西，它不会令到那些咖啡啊、茶啊、水啊变味的。刚刚开始喝，还有这排转天气，我都是喝到最高50ml 的，然后中间觉得自己皮肤维持不错的时候呢，我就会减半喝回25ml 啦。是啦，那它就是我这么久以来试过不同的胶原蛋白维持最久最愿意喝啦，因为它真的很好喝。它是雪冻在雪柜啦，然后早上就倒一杯，那我自己是会摊冻的，摊一摊它啦，那跟着空肚喝完呢，那就搞定的啦。那所以为什么它是我的无限回购名单啦，这个真的哇，我喝了很多，也都是决定继续这样喝下去呢，希望不要整个人削得那么快呢，靠它的啦。之后都是补货，早几条片空瓶记出现过的啦，就是 Return 的氨基酸育发系列。我手上边是洗头水啦和护发素的两个，我都是空瓶过两支的啦，现在呢是用紧第3支啊。这里里面是有支全新的补货啊，这个呢在我身上最明显呢就是甩少了好很多头发。它不是单用的，以我用了3 set 的经验，它们两个是要一起用的。我试过是静地用这个洗头水配其他护发素，或者是用这个护发素配其他的洗头水，不讲效果了，只是讲个感觉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护发素它那个用法呢有些特别的，平时我们用护发素呢只是用发尾的嘛，这个是要擦在头皮那里的，它的护发素呢不会粒的。咁跟住之后呢用完佢我係唔使用发膜囉，佢係有适当嘅滋润度囉，喺我夏天嘅时候呢完全唔粒啦，然后又好柔顺啦，我係好鍾意嘅。咁然后呢就係讲效果啦，因为呢我係狂甩头发嘅。我有很多头发，我不担心自己会没有头发，因为我是超级爆多，但是呢我也都是甩超级多的，我不知道是压力啊还是差不多年纪啦，所以呢金生是成日都说整间屋的地下呢都是我的头发啦。自从是用了他们呢，我不拍那些 before and after， 很简单，我扫走了就 after， 但是呢我真的想告诉大家这个效果呢是由我每一天呢是早上吸完一次啦，跟住夜晚又是成地头发，到而家是可以两日左右啦，跟住我先见到有些头发要再吸了，你每一天都会甩一点，但是没有以前呢真的很夸张的。我吹头的时候呢是可以整圈头发在那个手指公那里卷一嚿的，但是现在呢有的可能一个圈仔样呢少了很多，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呢在防止甩头发呢是真的做到东西的。然后呢我今次呢就再揀了他们有个新配方的育发精华，
我看到自己这条痕好像开始有少少想阔的迹象，那就想着试一下用这个精华喷下去，看看可不可以见到毛毛出来。是啦，它就写着是促进生发啦，预防脱发啦，然后两星期是头发强韧不易断啦，四星期是减少脱发改善稀薄啦，八星期是头发更浓密啦，用跟着不含致敏成分八大无添加咁样咧，讲到好劲啊！咁呢一个我而家即刻开，喷出嚟嘅分量唔会好大水珠嘅，有少少草本嘅香味，咁我就试下咧，喷喺个头嗰度，应该整一整就会干噶啦。咁大家睇下佢。本身我都塌噶啦，所以應該都不會再塌嘅。呢、這、一個我就要再同大家去 update 個用後感，都未講下一個佢已經吸收咗啦，完全唔油啦、唔立啦、唔硬嘅，冇任何粉末啊，咁所以係冇存在感嘅，完全俾頭皮吸收曬嗰啲嘅成分啦。然後我喺 Free Camp 寶嘅鋪頭嗰度見到呢一個牌子叫做 Better You， 非常之有興趣啊，因為佢哋係外用嘅呢一支叫做天然美放鬆乳液。另一个叫做天然美浸浴片，里面呢都是加入了美的成分的。有没有印象呢？几个月前我分享现在吃的 supplement， 其中一个就是美了。这个呢是可以帮助放松心情啦，令到个人没那么紧张，没那么大压力，没那么焦虑的。那我现在是看心理辅导呢，他、是有没有跟大家 update， 但是这个迟些再分享啦。那总之呢，他都是说我要用一些方法啦，令到个人放松啦，然后我就遇上了他啊。他们是英国制造的，就有英国的科研是革命性皮肤渗透技术绕过消化系统和肠胃，直接将镁传递到血管和肌肉的。我都觉得很有趣啊，现在暂时未有用后感的全身的，但是呢我都很希望它可以帮到我的 mental health。 可以看一下个质地，它是不会厚、不会油、不会粒的，很容易推的。它另外还有一只是叫做天然美放松舒压油，是 spray 嚟噶，咁我就觉得咧，虽然话系油，但系以冬天嚟讲，干肌嘅朋友嚟讲咧，呢一个嘅乳液系个滋润度好啲嘅。然后它的味道很舒服，最重要是它说它有科研可以令到你直接吸收那些味道，我都觉得是挺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天然美的浸浴片又是完全未开的，我知道这个除了可以浸浴就是我最喜欢的了，浸脚。浸浴的话呢，这一包是好像说用四次的，浸脚就可以再减一点，可以浸多一点，我就觉得好像划算一点。还有这个天气，大家知道养生浸脚啦，咁对呢个血液循环啦，咁跟住对呢个手脚冰冷啦，所有嘢都系好嘅。记住勤力浸脚咧，咁再加埋呢一个有镁嘅成分咧，咁应该系令到个人放松再放松咧，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噶。咁所以今次就试啦。然后另一个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嘅，但系唔好意思，而家应该缺货。系啦，我睇佢个网站，佢就叫做 Iron Ten 铁质口服剂啊。是一个喷剂嚟嘅，要补充铁的话咧，有啲铁嘅饮品咧，我试过咧系个铁锈味，系啦，咁就所以咧，我就谂住试下呢一款嘅 spray 啦，我未喷过嘅，佢话系石榴味。OK， 完全是没有铁味的，但我喷到周围都是。我为什么想要呢？就是它写着可以踢走手脚冰冷、面色苍白、月经期间身体虚弱呢，好像很劲一样，还有真的完全没有奇怪的铁锈味呢。要抹一抹嘴先。我喷到这里，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是挺得意的，都是这个牌子叫做 Better You。 以上的产品现在 Free Camp Bio 是做三件九折六件八折，然后观众优惠不嬲都有的了，就是我的 promotion code Heidi， 平时呢我是补货自肥用的，那就可以全单额外再九折，现在是底上加底的。如果呢你是用开的，跟着想大量去存货，或者是跟朋友夹可以买多一点的话呢，
咁就可以去網站嗰度唔使拎啊嘛。咁佢就係同一款咧用到呢一個 promotion， 但係如果你話啊，我係新嘅呢樣又想試啦，嗰樣又好似好好咧，咁你可以去門市，我問咗咧係可以運款嘅，同埋可以用我嘅 promotion code 咧，一樣係額外嘅九折嘅。係啦，咁跟住最後一樣咧，因為就唔喺呢個 promotion 入邊，但係我都好想話俾大家知咧，就係呢個 Dino Q 啊，佢哋嘅天然防塵螨香薰片啊，因为我自己已经是用紧噶啦，咁我就觉得个效果都几好嘅。佢唔系杀死啲尘螨啦，佢系一个可以用香味驱走嘅。我而家咧系用咗三个月左右，佢系个味道慢慢飞欧噶，但系都仲有一个香味喺度嘅。咁我哋闻咧唔觉得臭嘅，系真系一啲好天然精油嘅香味嚟噶，咁我就係咁樣打開咯，裏邊係好似濕紙巾咁樣，不過乾嘅，係啦，有塊嘢咁樣啦，就放喺我嘅床單下邊咧，咁我就發現我自己皮膚痕癢嘅問題就少咗啊，係啦，咁所以如果你都係一啲嘅塵螨敏感啊，跟住對塵螨嘅反應好大嘅話咧，你可以試下佢嘅，我擺喺枕头嗰个位啦，一块啦，咁跟住就系脚嗰边一块啦，然后金山嗰边系摆一块嘅，因为佢本身冇皮肤敏感咧，公平啲俾块佢咁样啦。咁 anyway 啦，呢一个咧佢系咁样一 set 三块咧，系可以用翻我嘅 promotion code 额外九折，咁但系只不过佢就唔喺三件九折、六件八折嘅范围里边咯。咁我亦都有用佢哋嘅曱甴嗰个盒咧。而家屋企系冇曱甴啦，几个月冇见过啦，好开心啊！咁但系佢都唔系杀噶，佢都系用个气味去令到佢哋唔会入嚟啊，跟住驱赶佢哋咁样嘅，系啦，咁就全部我今次喺 Free Camp Bar 嗰度拣嘅嘢咧，都同大家分享晒啦，系咯，我真系好中意嗰啲嘢咧，就攞嚟同大家去讲嘅，去推介嘅，因为我自己都系用家啦，咁亦都好期待嗰啲新产品嘅用后感啊！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啦，咁跟住有唔同嘅优惠情报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去介绍下嘅，系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啲咩优惠嘅话咧，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咁如果我有方法，跟住可以系咯，可以白下嘅话咧，都可以帮大家啦，系啦。咁呢个十一月实在系太多优惠啦，即系听到都好开心啦，然后银包都好開心嘅，係啦，因為慳咗好多啊嘛。咁 anyway 啦，如果中意條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係咯，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